无所谓。 笑，说实话，单色手机吧，可以，牛逼！这段回头最后一秒做个野，我以为他们四个选射手是为了想秒是吧？游戏呢？他们我还以为他们想秒呢，早点秒呢，怎么有点卡？不卡吧？卡的话可以换下星期度啊。嗯，这边跳 Q 一手血大大的，小的不用打。 这边剑圣打野，狮子狗怕谁？狮子狗这版本无解，没有好怕的，一般都是对面怕我们，不是我们怕对面。二级的话学 W， 学 W 可以无伤刷野，我们这边跳 Q， 红剑往上面拉，看 F 4在没 ？F 4在呢，我们正常刷 ，F 4不在的话就代表敌方的 item 野区。这个剑圣注意他动向，这个剑圣不知道要干嘛。这个剑圣刷野也是抽象派的，不知道该干嘛。放 W。 我这边在跳，A Q A， 把这个东西再 A 掉，看看有没有眼位，能看到敌方那的刷野路线。然后这个人，不用刻意的去击杀他。我怎么感觉我打不过他？哎。 为什么崩了呀？说实话，这种局都不属于正常局了。我怎么感觉我现在今天三级进货就没成功过呀？说实话，我开播打了三四把了吧，进货三级进货没一把成功的，今天全是妖魔鬼怪感觉。啊！ 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哇，真的纯是，这妖魔鬼怪呀，这！ 太难了呀！赶紧把塔皮吃完，这个点就以啥为主，以经济为主，能吃到经济就吃到，真的。哇，吃了个一塔！哇，我吃了个一塔，这不包包起飞了，回家直接。 回家直接鞋子加木刃了，这出来不随便秒人啊，想秒谁秒谁的呀！哎呀，没包包吗？我的神呀！你看这一下领先对面多少金啊！爹妈呀，没包包！刷一会儿呗，把东西A掉。 现在想秒谁就秒谁，知道吧？5分钟之前，要是你出了鞋子加木刃，那想秒谁就秒谁的呀！你在装什么呀？画虚弱有用吗？啊，老弟儿，画虚弱有用没啊？嗯，来剑圣单挑。
帮什么呀？啊，剑圣好牛啊！前面都是让他的，他是不是不知道吧？有点想笑吧，说实话，真觉得我菜啊。看主播怎么一带四啊，兄弟们！我的妈呀，一个上单都来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看错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偷我野怪？现在就差谁了？就差拉克斯的被动了，得赶紧把拉克斯被动拿到。如果是高端局的话，直播要喷他了。但是我们目前要来讲，要盯对面的拉克斯。拉克斯去哪里了？好、哦、人都找不到。方太还在中路，莫名其妙又回家了，好像。回家更新一下装备。你们是真人吗？为什么选了四个射手啊？呸！为什么选了三个射手啊？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被动没拿全啊！这些人就莫名其妙的，你一个拉克斯，你去下面干什么呀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去下面干嘛？两个 Q 秒了，惩戒 W， 这么肉吗？挂点燃了，别着急，就往后拉，看他出了什么东西，他出的是不行 W 跳 Q E A W Q 直接秒掉。这波看干嘛呢？看他有没有出布甲鞋，还没出布甲鞋，我们是肯定可以一套秒他的，就算不叠四星也可以秒。如果出了布甲鞋的话，我们稍微打点拉扯，打两个 Q 就能，就把打两个强化 Q 就能秒。剑圣野怪给他刷了，秒了。加更新一下装备，兄弟们想看军训谁？兄弟们想看军训 EZ 的扣一啊！想看军训，想看军训 EZ 扣一，想看军训剑圣扣二，想看军训卢锡安扣三，想看军训小炮扣四，想看军训拉克斯扣五，兄弟们想看军训谁？可以直接发起你的弹幕，好吧？这把五个人全可以军训，军训小黄毛，这么多 EZ， 哇！全是 EZ 啊，那就军训 EZ 了哦。拉克斯也挺多，哇，拉克斯变多了，剑圣没有那么多的，哇，拉克斯怎么这么多啊？哎，漂亮，这两个人走一块了，两个一块军训呢。你在装什么啊？嗯，笑了。两个人走一块就一块军训，这个先锋放了吧，放了四座防御出座高地啊，怎么说呢？哎，大招他呀，大招的有点慢，本来可以省个闪。本来想吃个高地，这样压力能小一点，所以随便军训。小黄毛是吧 ？OK， 那就小黄毛了，小黄毛多一点，兄弟们。先升个十三级，能升十三级先升个十三级，升了十三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无缝的军训他了。像这个情况，你看他这个血量就已经到我们闸线了，一刀直接秒。
刚才这一刀最少能打他四分之三的血，因为他没有出布甲装备，他只要不出布甲些装备，我们就随便秒他了。OK， 把这个拿了就走。我这把要军血人了，所以说不能推得太快。拿一座高地只是为了稳当，拿一座高地只是为了让队友，你如果说队友浪了一波，对面有兵线压力，推不了多少防御塔。想慢慢复活了，十三级了。从现在开始就是无缝嘎军训他，兄弟。无缝军训他的，来小黄毛一锁，一刀秒掉。直接秒掉，把这个一刷，给我们加点 CD。我们趁他死亡的这个期间，没事去刷刷野怪，把自己的经济补一下。刚才伤害都是有点低的，刚才一刀只多少血？刚才一刀只打了1600，知道吧？等我们的六神之后，一刀可以打3000血，一刀可以打2000血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不行呢，一刀秒掉，秒。嘿嘿嘿。喜欢操作是吧，小黄毛？嘿嘿嘿，2800还差点钱，假装回家知道吧？假装回家，让这个东西打我们。太大了，他复活了，一会在这附近，他出来一瞬间直接把他秒了。你在装死？我在路上。啊？一刀没秒掉。啊！不会吧！僵尸守卫没跌嘛？僵尸守卫差一层，啊，一刀没秒掉。不过我们更新了这个啥呢？伤害肯定够了，这不？军训光辉版，军训谁都行，这不三杀了呀？光辉竟然没死，哎，他撤死了，可以。太抽象了，我刚才一刀竟然没秒掉那个 EZ， 我懵了呀！上波都能秒掉了，受波为什么秒回？他也没更新装备，他装备也没更新出来呀，感觉。六秒钟复活。哎呀，不想看他呀！哎，就很烦。小胖，你还想操作吗，老弟儿？疯了吧！光辉复活了，光辉复活了，兄弟们，开大招！一刀直接秒掉！哟，完了，出王冕了，快跑！这个挺聪明啊，这个出王冕了。出王冕得先用一技能把它破掉，我刚才卡四星了，不打这些出王冕的不能卡四星，卡四星不好打了。军训小黄毛吧，小黄毛好军训。打小黄毛，
哎呀，就差最后一个眼位了，找不到眼位呀、啊！他们眼位应该在这附近坐着呢，我得照一下。哇，这么多眼！打王冕看看连招，打王冕不锁四星就好了，跳一起收。然后没有，这波不卡四星，看教学一波。打王冕不要卡四星，你等那个强化技能过了就好了。哎呀，跳出去一瞬间王秒好了，不会这么抽象吧？哎，我真的是无语了呀，真的跳出去一瞬间他王秒好了，他第一时间没王秒，没王秒的。太坑人了，龙大招。跳 W 跳一起的都可以的。啊，买这波就是跳 W 起手破掉，就是你跳 W 起手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跳 W 起手的，你跳的那一发平 A， 知道吧？你跳的那一发平 A， 它伤害是打出去了的。那你跳出去的那发平 A 伤害是100%，没有减免的，啊，没有被王冕减掉的。然后 W 再把他的那个盾破掉之后。然后 W 把他的那个盾破掉之后，再用一个 Q 技能加一个 E 技能，基本上都秒掉了。没秒掉的话，再补一个强化技能就好了，知道吧 ？W 技能用了，等会儿用啥？什么等会儿用啥？你把他秒了也用啥？这样子，不他出来看看有没有王冕，有王冕，对吧？哎呀，没有，没有就秒掉。好惨呀，这两个人一个被我进行成5-11，一个被进行3-7。你播了吧，这把打得好，这把就这样吧，我觉得。打下一把了。出来一次死一次，太恶心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差点被抢了。快大招，找小黄猫。上面小黄猫出肉了，一套也能秒，无所谓了。本来不想看他。啊！我的呀！呀，这个玩意儿，我真的是无语了，这么一个比一个快，没看到我是啥吗？感谢兄弟强。